但是执政、改革，改革不能够人玩，改革本来就非常比革命更困难。我没有觉得说社会在讨厌我们的政党，我们当然必须承认我们的执政价值方向是正确，但是执政、改革，改革不能够人玩，改革本来就非常比革命更困难。我们希望全体市民支持我们，让我们度过这样的压力，这样改革才能成功，台湾才能提升进步。